这个长安桥，旧长安桥要施工，应该是要拆掉重建。来，今天来玩玩阿曼鱼。最近可能比较有人来，所以草就不会长得超级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自然之笔，欢迎来到台湾飞钓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基隆河五堵长安桥下面。每年的六月的时候呢，会有非常多的原稳固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它会在那边啃食青苔，所以这个时候是钓这个原稳固最好的时机。那我今天也顺便要来测试一下我新买的麦凯斯的这个防晒衣。我今天第一次穿，我还不知道它的感觉怎么样，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很晒，所以呢买了一件这个防晒衣。这个厚度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稍微厚一点，我以为是很薄，但拿到之后发现有一点点厚度，那到底是会不会很凉爽我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钓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今天带的杆子是一把老杆，这把杆子是我在20年前之后买，它是两节式的，是吉鲁米斯的，那它是3号杆两节的，我很少拿它出来，因为期待上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很少带它出来。那今天特别带它出来，因为基隆河五堵长安桥离我们家距离比较近，所以我就带它出来钓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着装吧。好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一把吉鲁米斯的杆子是3号8尺两节式的，20多年了，之前买的，很少使用。那我今天使用的绳线是2号绳线，然后立德线大概是9尺多一点，然后大直线是1.5号。然后我今天的锚钩我是使用电珠头的，也是算是青苔类，但是是没有毛的，绿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钓吧，来走 go。换一下锚钩，我换一下白色的白虫跟绿色的虫钩，走。咬了一下。
个阿嬷。刚那一尾不是用青苔，也不是用白虫，是用那个鸦文若虫，所以阿嬷也是会吃鸦文若虫啊。钓了一个多小时，总共中四尾而已。今天的钓况不是非常的好，水有点浊，然后上游都一直飘一些小东西垃圾下来。然后两尾是花楼汉，然后一尾车祸的竹篙鱼，然后一尾正式的阿嬷鱼。阿嬷鱼那一只我刚好有量，体型是40公分。还蛮大的，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的体型都已经很大，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，趁这个时间赶快来这个五堵长安桥下基隆河的段，这边会有很多的阿嬷也这边聚集。那我那一尾不是用青苔毛钩种的，我是用鸦文若虫种的，水清一点的话会好钓一点。今天水就是有点太浊，那我今天用我这一把20年前买的吉鲁米斯的杆子，20几年前买的时候。我记得我买8000多块，还要拜托钓具店主国外帮我买这个，然后它是2节式的，所以我一直很少使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好携带，不然的话这一把还蛮好泡的。好，那今天很久没用了，终于拿它又出来用了，感觉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了，拜拜。